以林先生跟海棠要交出武丁甲的名义，把港山骗到这儿来。如果情况顺利，两天以后，港山会带着孟先生来到这儿。到时我跟念强，应该也已经完成了炸药还有燃油的制作。届时海棠出面，珍珠在侧面接应，林先生还有曾先生他们隐蔽在。 哈哈哈哈哈！孟先生，孟先生，委屈您了，这荒山野林的比不上您的府上，让您受委屈了，呆闷。孟先生，我想孟先生一定是饿了吧。 我给您亲手做了生鱼片，用了萨尔温江的裂腹鱼。孟先生，您尝尝。那是你们的叫法。这条江，我们称为怒江。怒发冲冠，凭栏处的怒。<笑>孟先生，气大伤身，还是不用怒了吧。 来尝尝，很新鲜呀。看来孟先生是不饿。不饿，那我们就来说说正事吧。孟秘书长，我这本《阴历之虚》是鄙人的研究成果，研究学问呢不分国界，也要允许有多种声音的存在。孟先生，雅正。 <笑>孟先生，对了，林先生听闻孟秘书长在我处做客，也已到达滇西，并等着与您会合。我相信有您的支持啊，林先生一定愿意将他的研究成果融汇到我的著作中来。我很开心啊。我看不如这样吧，孟先生和林先生，不妨携手同去日本，做一面。 东亚文化共荣的旗帜如何？冈山先生，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的深厚文化，来自于悠悠岁月历朝历代的积累。如今你们日本国，没有宏大深厚的哲学，也缺乏远见和高深的思想，所以。 你们就总是想着从别的国家巧取豪夺，然后把它变成自己的，这怎么可能呢？甲骨文根植于中国大地3000多年，远远早于你们日本民族的起源，不是靠着你抢来的几张甲片、写一本书就可以论证它，它更不可能成就你所谓的日本中国学。 来为我们中国文字的起源盖棺定论。3年前，暂时停止出版《殷代历法考》，我当时非常的恼火，我恨他不懂时事之艰难，办学之疾苦。我现在懂了，他当时的决定是正确的。何谓大学？大学就是以独立之思想追求永恒之真理。 我们中国就是因为有大批像林先生那样的学问家，国家贫弱之时，才能挺直脊梁，民族复兴之时才能成为栋梁。即便我们沉沦百年，我们也一定会重新崛起，令世人惊叹的。反观贵国，如果都是像冈山先生这样撒谎成性。 掠夺成性之小人，即便现在强盛意识，也终将风流云散，以失败而告终。<笑>你这本《阴历之虚》，就像这盘中的鱼肉一样，明日即将变得腐臭，令世人。 唾弃。<笑>
孟先生，我看您不过是徒增口舌之力罢了。既然如此，我也不妨告诉您吧。林文月已经传了信，明日我就带你跟他们进行交换。您的女儿也愿意亲手将武丁甲奉送给我，这一次我是赢定了。高山，你这并非君子之举，我女儿跟这件事没有任何关系。孟先生，我明白。您的女儿是林先生的助手，我不会伤害她，这一点您放心。我也承认，贵国还有许多如孟先生、林先生这样优秀的人，可贵国的国民并非全然如此清醒啊。孟先生，我这本因利之需，就需要让贵国出更多的王精卫、周佛海。孟先生，我会让你看到的。您不是口口声声大国小国吗？我这个小国之民，就是要当着您的面，将您这腐朽大国的文化自信彻底摧毁。滚出去！滚！孟先生，您慢用。这么多人找了一天，竟然还是没有找到宋子香。青年军除了逃兵，这事儿要是传出去，政治部的脸可就丢尽了。给我加派人手，小孟，你亲自带队，务必找到此人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是。是我，李统来，快下来。你说这大半夜的，咱们上哪儿去找人呢？这宋子香要跑，你就让他跑呗，你告发他干嘛？现在苦的还是咱们，这你就不懂了吧？要我说呀，想要往上爬，这就是个机会。找到宋子香了吗？报告，还没有，还没有。继续找。是。我还是放心不下。那段公路，先生，你说童英要明天下午4点才能练好送刀，能不能加快速度？咱得尊重点科学吧。那炼油本身就是个细活，再说咱炼的是生物油，稍有不慎，那战机会发生燃爆的。
时间虽然紧，但我相信父亲一定来得及。无论如何，海棠一个人要去见冈山信一，我觉得这件事情太危险了。是啊，太危险了，那还是个孩子呢。是啊。啊，海棠怎么样了？你去看看他吧。 想什么呢？想我爸爸。难怪那边潮湿，他腰又不好，不知道会不会难受。放心，明天。 就是他，海棠，明天跟冈山的交易还是由我来完成。你跟林先生还有珍珠会见面。不行，如果我跟林先生不在，冈山是不会跟你谈的。陷阱设的再好，狐狸也不会往里跳的。更何况。 你要跟剑桥哥开西山号和轰炸机，根本分身乏术。张琪，战争年代，我不能总让你护着我。我想让你知道，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。这是我们所有人的战斗。你还记不记得7年前？ 我们一起飞的复兴号，怎么会不记得？那可是你的自由宣言。7年之后才能跟你真正站在一起，并肩战斗。就算是死了，我也没什么后悔的。你答应我一件事。 你说，如果遇到危险，先救我爸爸和林伯伯。我一个都不会放弃。 等他们走远了再出去。你怎么走了这么久还没离开祥平了？小爷我算是走过大半个中国的人了，没想到虎落平阳，被这野芒山气兜了一整天的圈子。野芒山绵延数百里，磁场混乱，幸好祥平是在野芒山边缘。你也还算聪明，没有进到大山深处去。对了，给你看看这个，这是啥？ 这是民国31年，渡将军困守野芒山时，我们空军军官学校给他空投的地图。我留了个心眼，知道来祥平训练青年军，带了一份在身上。你看，咱们现在是在这儿。往这边走是红石，我爸帮曾伯伯建的实验室就是在这儿。西山号还是我帮他飞过来的。再往这边是剑灵，你去剑灵这里镇攻所有长途电话。 饿了，小爷，我怕什么饿呀？
之前跟你姐走那4000里路，什么苦没吃过？海辰，这是什么？啊？好香。用这个。好。你不来点儿？我不饿。你在想什么呢？我在想我爸。我在想，他为什么屡次都要帮林伯伯出头？只要林伯伯有了危险，他总是第一个出来站在林伯伯身前的那个人。他们俩应该交情深厚吧？我觉得他俩不光是友情，更是因为我爸懂得林伯伯的架势和他自身的责任。我记得我8岁的时候，我爸就当上了富华国学院院长，他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把他最心爱的一支笔封进了盒子，说从这一天起不再是一个著书立说的学者，而是要帮助更多像林伯伯这样的学者著书立说，传扬文脉，教书育人。对啊，他在封笔之前还写了这么几个字。什么字？革命军中马前卒。我爸用了半辈子就做了这么一颗马前卒。孟伯伯是个很了不起的人。海辰，你放心，我们一定把孟伯伯平安救回来。一定。说说你吧，你有什么打算啊？总不能在这滇西当一辈子流寇吧？富华是回不去了，说不定呀，他们现在都到上村找到我妈那儿了。希望我妈跟海棠别以为我真当了逃兵。海辰，你说我究竟该去哪儿才能真的上前线跟日本人干？国军你是绝对不能再参加了。对了，你去延安吧。延安？对，我一直在悄悄地收听共产党的电台，今年国军豫湘桂战役丢了20多万平方公里国土，6000万子民。可共产党在华北、华中、华南都发起了局部反攻，还收复了大量的国土，从日本人手里解放了1700万子民。共产党是真心抗日的。而且，我以前老觉得我们国军才是精锐，我这两年倒觉得吧，共产党才真的擅长打仗，打胜仗。好，去延安。海辰，要不咱们一起吧？我不是没想过，自从韩光中队解散，我就打过这个念头。这3年，他们派我做飞行教官，可连教练机都没让我摸过，他们根本就信不过我。我这一辈子，唯一能让我自豪的，也就是11月17那一战。邓拐五到达编队高度，与你并肩作战。邓九五、邓拐五，剪刀交叉，机尾掩护。我拉钩2万，临时过载之下发动机可能失灵。等我拉俯冲，你们找机会干他。还期盼着队长能够回来，重新带领韩光中队飞上云霄。东来，你相信吗？一定会有那一天的。别的我不信，是我哥，我信。是，所以我要等着他回来。在他回来之前，我哪儿也不去。而且我这辈子再不会做逃兵了。
那万一……我说万一啊，国民党跟共产党打起来了，你我又在各自的阵营，你说咱们会不会自相屠杀？绝不会，我的枪绝对不会对准中国人，而且那时候说不定我就和队长一起投奔共产党了。海辰，嗯，等战争结束你想干什么？我想那时候我早就战死沙场了吧。呸呸呸，你乱说什么呢？大过年的，我看你啊，骨骼惊奇，印堂发亮，一看就是活到九十岁的命。到时候啊，别老了，躺在床上，周围都是你的重孙子重孙女围着你大喊，太爷爷你别死，太爷爷你别死。行了行了，说正经的吧，等战争结束了，你最想做的是什么？我会去找黎中尉。先前他拒绝了我，可男子汉大丈夫不怕被拒绝。我想要告诉他，这么多年了，我的心里一直都有个他。东来，哎，我不能再送你了，你赶紧去见林茂宪。行，海辰，你就等我消息吧。啊。总是有条路。来，帮我一下。老师，老大，他们这边快完工了。主任，这条路修得差不多了，就是过装甲车也没有问题。嗯，好，好，好。这里就快要打仗了，我们还要连夜回龙鳞，再飞回昆明。记得带上萧红温啊，还有，再多抢运几车油。嗯，明白。嗯。集合，来收工，集合，快点快点过来，快点走走。老徐，抓紧时间。你们知不知道为什么连夜让你们抢修这条路？因为我们要做买卖，有了这条路，我们的燃油就会继续运往昆明。日本人也需要这条路，有了这条路，日军就会保住盲友，保住滇西。他什么意思？再过十八个小时，日军五十六师团就会增援盲友。这边天气太潮了。这么大的事情，怎么会让你们知道呢？什么？他是不是真的？主客，把地图拿给我看看。哎，地图上没有这条路，是新修的。我明白了，新二十二师在攻盲友，日军五十六师团十八小时后会从这条路过，增援盲友。听着，一定要把这个情报传递出去，这个比救我爸更重要。想办法通知上几个。不行，我不能跟着他们北上。你把枪给我，你自己走。我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，接下来我会处理。你脚程快，你说过，我一辈子追不上你。
七年前，一个学生兵给我的。他说过，说只要带上它就能找到回家的路。你可千万别再迷路了。快走！走！有一个人抢着老四的车跑了！妈的，一帮废物！加派人手把人给我找回来，找回来我枪毙了你！是。刚才跑的是不是宋子香？往哪儿跑了？别白费力气了，反正我都是一死，不会告诉你的。小梦，三年前我给过你机会，你不听话。今天你又来给我捣乱，那就不要怪我无情。你去过杭州岳庙没有？岳庙里，秦桧和他老婆跪在岳爷墓前，400多年了。白铁无辜铸佞臣，陆子仪，你猜你会跪在哪个墓里？任人唾骂。好，那我就让这座青山有幸埋了你这具忠骨。小徐，交给你了。我再给你最后一个机会，宋子香在哪儿？说出来。我就给你个痛快。他去延安。是。成，我带你回家。2幺2拐深空，目标红石野麻山，云高3000至7000，云量5到7，2幺2拐现在高度2100，速度400，航向130，航向好，高度速度好。
计两小时抵达指定投弹地点。投弹手，检查弹仓。投弹手明白，检查弹仓，弹仓正常。执行任务代号红十。主任，刚得到的消息，复华大学的康朗山在紧急联系美国、欧洲的记者，说明天要正式发布凌云月的音带立法考。还有件事，冈山那边的消息，复华大学理工学院的曾木，在红石山区有个实验室，他们很可能已经拿到了静安油田的样本，这样恐怕对我们不利啊。这个老东西啊，张启现在人在哪里？张启，唐时珍把他调到了酒厂，不过前几天听说他和曾念乔失踪了。又是失踪，这是搞事情啊！乔希特，把实验室炸了，炸都不要剩。主任，我们只有实验室的大体位置，徐科长他们出发的话，时间上可能有点来不及。去把他叫来。是。这就是静安油田的燃油样本。珍珠小姐也一直在调查西山号的事故原因，她从地方军阀处也了解到了静安油田和炼油厂。当年破山的西山号，燃油消耗异常，都是因为这个油。自从陆子仪从中央航委会调来航校，航油的采购渠道都被他控制着。为了这个，唐世珍当时还去南京告状。不过没有搬动他的势力，看来这其中必然有猫腻。先生，现在咱们有了这个样本，回到昆明，咱们必须把西山号的事故查个水落石出。壮士败战死，蛀虫亦是飞。你们加完通油回来拿这个样本，我跟你们出山。好，那些飞机不能白掉，破山他们不能白死。主任，冈山信一说林问月带着武丁甲和孟海棠去救孟武展了，没想到这个林问月还是棋高一招啊，他自己去稳住冈山，让他老婆把音带立法考的发布会给开了，那咱们的钱受不受影响啊？徐特，你就这一点好，千丝万缕中总能说出让人不爱听的屁话。这个日本人太下作了，他自己偷不着还不给咱们钱，太他妈欠抽了。林问月和康揽山没有这个脑子去研究这些，一定有高人支招。前天跑掉的宋子香原名李东来，李东来是丁焕生的弟弟，丁焕生是共党已经坐实了，那么只有一个可能，共产党插手了。主任，那您的意思是？我倒是要看看这一块石头砸下去能死几只鸟。复华的、韩光的、共党的，三只，还有一个始作俑者冈山信一。对，一锅都给他们烩了。不过发布会和野王山离得这么远，就我和您怎么会呀？没有我，只有你，我只是看热闹的。主任，您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呀。不过这次可是您自己的热闹啊。我给你个机会，你带着人去龙陵机场
在红石实验室埋伏，给我盯紧了，出来一个打死一个，要是再完不成任务就不要再来见我了。是。这小姐又野到哪儿去了？我让你们帮我盯着点儿，你可倒好，派了两个人跟着，连这两个人都丢了，反倒成了他的心腹。都好几天了，一点消息都没有。督办，小姐她行事一贯如此，您不必太担心，过两天她自个儿就回来了。老爷。老爷，韩委会的陆主任到了。陆主任深夜到访，有何贵干啊？我就不和你客套了，静安的油田出事了。嗯？你不知道吗？三年前大闹军事法庭的曾教授，曾一直在暗中调查这块油田，据说已经拿到了样本，这两天就会回昆明正式提交。哼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重庆那边为什么一直搞你啊？大量的中央军进了昆明，又搞了个什么滇赣训团，为的是什么？就是要夺走你手中的权力。难道你还想授人以柄吗？给你们看看我的秘密，看看我的秘密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啊？这是个防炸弹的防空洞，里边直通风洞。要不要进去看看？我上去了。小心点，小心点，小心点！哎哎，小心点，小心点！队长，你笑什么呀？哦，我笑啊。林伯伯说的对，他说您啊来电信室来打洞来了。他说的没错。不对。什么叫打洞？他还没成为你老丈人呢，你就帮他一起挖苦啊？啊？哼，我的命可是中国物理的命，那不挖几个洞，你赔得起吗？是，父亲的命就是未来喷气式战机的命。嘿嘿，哎，啊，我问你啊，嗯，你得疟疾那会儿，你那嘴里都叨咕什么呢？我那会儿昏昏沉沉的，你说爹我难受，爹我难受，你平时不都管我叫父亲？我都不记得了。你还记得你小时候我把你捡回来那会儿，你就叫我爹。啊，那因为是小时候嘛，不懂事儿，长大了以后我就知道了，只有破山才能叫您爹，我只能叫父亲。但是我也知道您很疼我，惜我，教我走正路。如果没有您的话，也不会有今天的曾念桥。你是这么想的？那以后要是叫的顺嘴儿，那就叫爹吧。哎，爹。风雨起，他静静想正义，正朝夕，儿女情，泪
惊奇，信念一腔热血，生与死魂一缕，赤诚与的花开满。一腔热血，生。